思考神的话来对我们说，来对我们说如何我们来预备万物的结局近了。当我们看到这个以巴的征战，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先。对不起，我们来念一下，我来念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这个时间仰望给上帝。天父上帝，是你的恩典让孩子今天站在这里来分享主你的话，特别是以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万物的结局近了。当我们看到现今这个时代，特别是以巴的征战，人心惶惶，让你的话来勉励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祝我们谢谢你，让你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今天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赐着主你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在你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一位神学家，出名的神学家叫卡尔巴特，他讲过一句话基督徒什么应该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明白吗？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不但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国际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包括我们周遭的事情，我们也要专注。不过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这里他说，我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年轻的长后辈神学家们，拿起你的圣经，也要拿起报纸，两者都读。但是怎么？要用你的圣经解读你的报纸，要用你的圣经解读你的报纸，明白是吗？所以刚看到世界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圣经怎样说最重要，圣经用来圣经来解读这个报纸世界上的事情。在去年2月25号，这个有一家报纸东方日报纸，我当时在网上看了，刚好24号这个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所以乌俄征战，24号侵略，25号就报纸就登出来了。然后又有另外一件新闻，就是刚好哇，那个他这里说到大马各地发生有感的地震，应该是这个我们的邻国沙巴沙这个苏门答腊发生地震，我们这里都在这个沙拉耶那边都感觉到。然后去年大家知道，应该知道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啦，我们疫情到5月才能够，当时 SOP 才放管，不过2月的时候还是疫情，我们仍然活在这个 SOP， 去到那里还要 scan， 买一下手机要 scan 去那里所以看到这三件事情到现在最近又有什么事情？最近当我们看到最近的情况，这个乌俄战争，人家统计差不多双方死了50万人，将近50万人。然后这个地震呢9月的时候就刚好这个摩洛哥就有发生地震这里说2100人丧命了然后我们也看到最近还有什么阿富汗啊几个国家都发生这个地震，
然后疫情呢，疫情当然现在比较缓和了，现在来了不必戴口罩啊，没有 scan 买纸纸夹子了。其实上个月在新加坡，你看他的卫生部长讲哦，他卫生部长说过去两周每天确诊2000新冠，所以王毅堪是他的卫生部长鼓励这个去打那个打那个 booster 哦，这是新加坡。所以现在的疫情其实最近马来西亚好像起一点点了啊，还有人去世哦。如果你看了、我们前首相都中了，那就都中了哈、对当然现在好像没有将每个好像比较放松，但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戴口罩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还有这个最近的最近这个大家应该不会忘记这个10月7号的这个哈马斯就攻突击以色列有人形容就像1000多人1400人丧命就像911或是珍珠港突袭以色列人。当然我看到就业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以色列是血债血还了，所以他就哇炸回去了这个加沙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有人就开始写了末日倒数了很多人在讨论了，很多的教会一些牧者也在讨论讲这个以巴的事情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就有一次这个普京总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总统，人家就问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武器他笑笑，他没有回答然后来看报纸他写什么，普京预言石头和木棍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明白意思吗？当你听到这个明白吗？不明白他说第四世界大战我们是用石头跟木棍，他的意思说第三次是现在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已经要步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的意思说什么这世界没有了，明白是吗？我看过一部戏整个世界没有了，然后有人开始出来是原始人咯，所以原始人改次打仗的时候用什么石头跟木棍咯，原始人，明白是吗？其实这个普京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了，因为那个核子武器一爆炸多厉害嘛！你看那个核子武器而发动，很多人很怕这个什么俄罗斯好像死了越来越多人所以狗急跳墙他按一下你用这个核子武器，看到吗？几小时内9000万人伤亡，9000万人多少人马来西亚多少？3000多万，三个马来西亚的人死到完了，难怪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没有了，然后第四世界大战是用石头和木棍因为全部都是原始人打仗，现在话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他讲的当然这是这个其实这些的这些核子武器如果一爆炸，整个有人形容100个地球都不够炸100个地球都不够就是说太多人做了所以我们尽量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很重要。当然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的这个像这个以圣经解读这个报纸圣经讲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打战啦、地震啦、跟这个瘟疫你看圣经路加福音21章10到11节，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地震，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里，这个一天的报纸就三个钟了哦，对不对？啊，打战、地震跟瘟疫。啊，圣经，所以用圣经来解读这个报纸。这个饥荒呢？当然饥荒没有哦，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饥荒。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战的时候，影响到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去年买猪肉，一年的猪肉起了多少次啊？14次啊，猪肉。现在好像人家不敢吃贵过龙啊。为什么？因为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战的时候，他们出产最多的就是什么？黄小玉。黄小玉不是美女啊，黄小玉，黄小玉什么来的你知道吗？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出产世界最多黄小玉，黄小玉就是什么？黄豆、小麦，还有玉蜀黍。黄小玉记得啊，不是美女，黄小玉。现在我们就是靠这个黄小玉，因为黄小玉是拿来做这个饲料。所以没有饲料贵哦，打战贵。怎样？我们的猪肉啊，现在好像都啊，我每次去一定要加叉烧啊，真的是很贵啊，好。所以看到吧，这个，所以有人说三箭齐发，这两箭的经文就三个就中了。这是耶稣所说的，当末日的。当这个末期的时候，当他的门徒就问他嘛，耶稣这个夫子这个末期的时候发生什么，他就讲出这些的预兆哦。所以给我们看到末日近了，或是我们今天信息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世界末日中，大家有听过世界末日中吗？看过吗？没有听过啊，啊，原子科学家世界末日中哦，记得看你的报纸，每一年的报纸，1月15号、1月25号，所以记得啊，一天看报，一天看圣经，一边要看报纸，啊，世界末日中不懂，没有看了。其实世界末日中是设立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校内。啊，有一个钟放在那边，这个钟其实叫做世界末日钟，它什么用呢？其实它只是一个象征性为世界敲醒的警醒钟，只是来向世界的人给你们警醒这个钟，哦。然后怎样？他说，当这个钟离临时就12点了，当这个钟离12点越近的时候，就代表危险越大，就是离这个世界末日越近，哦，以各样的事情他们就算出来，所以这个，所以记得看报纸，每一年的1月25号，世界末日总会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末日的进展啊，在1972年，51年前，剩下多少分钟啊？12分钟。1998年剩下9分钟，然后2027年剩下5分钟，2016年剩下3分钟，看到吗？越来越近了。啊，其实是提醒我们要预备，我们基督徒也要预备啊。当然也要给还没有信主的，啊，也要提醒。C.S. 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就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用微小声音对我们说话，但神却用作大事件来向世界，用这个大声功向世界说话。”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之前发生的这个。
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肺炎，然后这个乌俄战争跟现在的这个这个以巴战争，这个这位神学家讲，其实是神借着这个大事件来向着世界的人说话，明白吗？向世界人说话，就像这个世界末日中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要你们预备自己，特别我们基督徒要预备。好，等一下我们来看，当世界末日来的时候，我们怎样预备？哦，然后来看到吗？1月29号，你们记得，2019年发布的是多少？剩下2分钟，啊，然后2022年剩下多少？100秒。2023年这个是刚刚最新的哦，1月25号。剩下90秒，人类史上离灭亡最近哦，2023末世中剩下90秒。这个钟给你们看，不是白美的，其实特别我们基督徒提醒我们要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什么？你给他，你要给他什么？还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家里人还没有信主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到这些？所以今天就以彼得前书4章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与大家分享。当我们说到世界万物的结局近了，当然圣经有提到耶稣第二次的再来，耶稣第二次的再来，耶稣第一次的再来，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啊，圣诞节啦，哦，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他是骑着骏马来的。他看了启示录1章7节，他说看了他骑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这话是真实的，啊，没是真的。当然，这些经文在2000年前写的时候，很多人都笑。耶稣来，每个人都看到那里，看到现在，看到吗？可能耶稣来的时候哦，哇，每个手机自动 live telecast， 自动看到耶稣下来。啊，当然现在以巴战争，特别是讲到苏联。因为我没有时间讲到这个撒加利亚书跟那个以斯帖书，撒加利亚书就提到耶稣再来当时的情况，哦，当时的情况真的是有人，当然这个圣经是讲到，我顺便提一下，全部攻打这个以色列，包括特别是那个乌克兰。那个俄罗斯攻打以色列，以色列人打输了，最后求告耶稣，呼唤耶稣，耶稣第二次再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骑着骏马下来，众人都要看。当然，如果你看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段我没有放上来，等一下给你看了，那个很重要的。哦，现在讲一个故事先了，好吧？是讲到一个王子，他要到一个强村庄来访问，哦，所以当报告说这个王子要来的时候，哇，这个村庄每个就张灯结彩要迎接这个王子来。当这个王子要来2天前，他就办了一个讨饭的了，去来这个城市跟人家讨饭啦，好像没有钱讨饭，跟人家讨饭。当然有讨饭的时候，有一些人什么，啊，接待他了，哦，可怜他，接待他，给他食物，还帮助他。还有一些什么，拒绝他，不给食物，还骂他哦，打他都有，对不对？啊，有人讨饭都有2种人啊，哦，可能有次有人来讨饭，可能是王子，还是王子啊，办这个了，哦，
然后这个王子来的时候，哇，坐在这个骏马前面有兵，后面有兵，排队进村庄的时候，哦，来的时候，哇，村民全部排队要迎接他，对不对？哇，看到他原来是认得他是以前讨饭的，两天前讨饭的，然后怎样？村民的反应，哇，那些接待他刚刚前几天。两天前接待他，给他吃的，对人好，应该很开心咯，跟王子打招呼啊，看到王子看着他盯住他都很开心，对不对？不过那些拒绝他骂过他的，当王子看到他盯一下或是比一下，哇，如果有洞好像要钻下去了咯，后悔了咯，啊，对不对？其实这个王子的情况跟谁很像啊？跟谁很像？啊？跟耶稣，对不对？耶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刚才那段的这节经文，他这个没有完哦，他整个完的是这样子。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耶稣被钉十字架，谁刺他？两个罗马兵，对不对？刺他在旁边，要给他证明他死，给他看到流下是这个哇，那个水跟血，就知道他死了，流完了。不过这节经文是讲到说，那些没有相信耶稣的。明白是吗？是他的，就是说那些没有相信耶稣、拒绝耶稣的，当看到耶稣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哀哭。是不是像刚才那个王子这样啊？哦，拒绝的。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物皆寂静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没有相信耶稣的就要哀哭。为什么？已经后悔来不及了，因为耶稣来是审判。所以当我们看到万物皆寂静了，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人，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好友？所以刚才讲，当我们说到这个忘记的，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好友他们怎样？哦，再给你们看这个例子，当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哦，哇，他是建在山上吗？啊，这些人就笑他咯，哦，笑嘲笑他。嘲笑他，哇，建在啊，那个方舟建在那边了，当然方舟建了120年了，每个都笑啊，不可能，不可能的啊！建方舟的时候，不过当洪水来的时候，方舟门一关的时候，没有机会了咯，看到吗？这样子。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方舟外面挣扎求救。哦，这些已经太迟了。这些就好像那个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物的结局尽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相信耶稣的。他们听过福音，他们拒绝的，就好像那个王子一样拒绝那王子，或是耶稣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外面的人还有很多我们的亲人朋友？其实这个警钟是一个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现在是抢救灵魂了？
不是拯救灵魂，是抢救灵魂跟那个。不然你看打仗的时候，一下打仗，啊，现在那个已经超过10000个人死亡了哦，在这个那个以巴战争，大多是老人跟小孩子哦。所以，让我们如何来面对万物的结局近了？经文在这里写到，刚才我念这个经文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我们来看了万物结局，所以我们要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然后切事相爱，不发怨言。第8、第9节，然后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今天点3点，与大家来思考万物的结局近了。3点。第一点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当这个2019年的这个世界末日中剩下2分钟的时候，哇，专家就提出了，这个专家就写出为什么。当然大家应该知道这核武竞赛，刚才讲到嘛，核子武器啊，哇，越来越多人做，伊朗都要做，我们知道这个什么这个美国啦，这个苏联啦，现在伊朗都要做，很多个国家都要做，那个北韩都做了，有核武他就问了，他说要死一起死了，所以不敢打，然后气候暖化，大家应该知道，气候暖化这个时候在变，还有一个第一次，假新闻，第一次开始入围原因之一，现在的新闻真真假假不知道的，很多被骗啊等等的，所以很重要的，这个世界现在世界是真假难分了，真假难分，你看到这个吗？广告实体，还有啊，人家要这个，这个 actual 这样子的 real 的是这样子，所以人家要去控告他哦。美国去控告，不过我好像我最近才看到报纸，法官说没有罪，这是广告而已，广告很好，就这个 actual 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早上去吃美诺娜那个早上，因为我的家走路对面就是美诺娜嘛，我认真吃了，我看到那个江大哥，我买来早餐的那个江小哥而已，这个的，所以现在的真假难分咯，还有什么？哇，2月15号，哇，每个说这个刘文正去世，对不对？哇，当时2月15号，每个讲刘文正，大家认识吗？年轻人可能不认识，啊，年长的啊，我们那时代了，哇，以前的流行的那个民歌，外婆的澎湖湾啦，阿美阿美啦，什么，哇，我们唱到，三月的小雨啦，他的学生是吴启贤，吴启贤现在每次去见证了，哇，这个刘文正很喜欢听他歌，说他死了，每个都很伤心，那一直到隔天，没有死，隔天就说没有死，现在没有死，因为他说不要给人家查嘛，说死了。现在的新闻，真的是很难，难怪，人家说这个新闻真的是，这样的越来越那个世界末日都不同，然后还有什么大马人太好骗了，4年被骗22亿，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刚刚出了，今年首9个月117个教师被骗，损失420万。教师，都被骗了，对不对？很多被骗了，还有什么？哇，按一下榴莲，点一下这广告，就被骗了400万，对不对？按错，很多人真的是现在骗太多。这个是哇，那个庙，他说你的项链啊，拿去给他的神戴一下，拿回来啊，
哇，可以发大啊什么？那你知道吗？全部给去的时候，过两天去找啊，不见了，啊，对不对？啊，真的是太多这个时代，真假难分。以前的诈骗团是这样的，现在的诈骗团是，哇，呵呵，对不对？哎，你不要讲啊，其实魔鬼都会扮光明的天使哦。啊，魔鬼都会扮光明的天使哦。不过你骗了一次，还至少整一下啦。其实我也骗过一次，我被骗过啊，骗过了几千块啊。说我的信用卡被用了什么什么哦，叫我去那个 ATM 滴滴滴滴滴，回来的时候钱不见了，然后去报警的时候，警察说刚才很多人来报了啦。哇，真的是，所以刚才我们当你看到这些真假难辨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圣经有说魔鬼都会扮光明的天使，对不对？深度伪装 Deep Fake 听过吗？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啊，年轻人应该知道啊，没有听过，有听过吗？有听过。Deepfake 现在是 AI 换脸了，不过谈不是这个、啊，现在讲做 AI 换脸了。其实以前的时候，像我比较老旧的，以前是讲到 Deepfake 啊 ，Deepfake 什么？哦，你看到吗？张柏芝换脸啊 ，AI 换脸哦，一秒变成大明星哦。看到吗？哇，这个什么梁朝伟又变啊，这个周润发啊，如果你会用他的 apps 哦，你可以做大明星的，可以变成这个啊，变成周润发啊。我来看一下啊。主角变成路人甲，帅气梁朝伟也变了个人，与陈慧琳一起飙戏。慧琳，是我所有财产，包括纽约移动商业中心，值$10亿。曾任职微软、Google 的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也挡不住风潮，让大家看看 AI 的我主演的电影。根据大陆媒体报道，这款 App 由大陆交友软体陌陌高层控股，一推出仿佛病毒式传播，使用者抢着下载。哇，你这个 App 啊，可以乘着走路发了，整部戏你走路发变成你啊，哦，你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哦，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很重要。你看到这个时代，哦。谨慎自守，这个启示录3:11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被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是启示录叫我们要谨慎自守。哦，冠冕就是啊，救恩，就是能够得到永生。哦，圣经讲到冠冕哦，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哦，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冠冕，就是救恩永生，然后被夺去本来属于你的，后来是窒息的。这个是好像特别现在很流行的异端，很多人被异端骗去哦。哦，其实耶稣还没有末日，他刚才还没有讲那届的时候，他都讲到这届，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现在特别这个时代真假不分的时候，特别当 MCO 一开始的时候，一两天的时候，我们的面子书全部都是异端进来哦，对不对 ？MCO 刚开始异端进来，哦，所以很重要的，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信仰的山寨版啊，有一间教会的会信哦，就是异端。东方闪电是前人神学教，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真是可异端的可怕哦，异端。异端有什么可怕呢？异端不仅是教义上发生偏差，也离开了信仰的正统，而异端都是偏差的，跟圣经
离开了圣经的教导，然后道德上也引人入歧途。特别我们看到一些的宗教一贯教啊，他的教主跟你指你跟他那个人结婚就结婚了，所以你看韩国啊，几千个人结婚，全部是教主说你啊，他配的婚礼的啊，很多道德上不一样的。然后异端是教会的内地，他给信徒错误的教导。以前我祷告会的时候啊，旁边来一个异端跟我一起祷告，后来才认识他异端，叫他走。其实他来是破坏教，有一些教会啊就是分裂，就是因为异端来的。所以摇动信徒的信心，甚至分裂教会，最严重的是可能使人丧失救恩永生。特别当你离开了异端，你可能失去了这个永生。这个是2019年10月18日、一个基督教徒他改信全能神，全能神的时候最终被杀。为什么被杀？有人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什么意思吗？特别当你进了一端的时候啊，你知道他里面不对，你要离开的时候啊，很难的。所以这些人被杀，就是可能他知道你没你知道他的内幕啊，他就要杀。我都看过另一个新闻，在明诺那都有人被杀，就是他们要脱离他的教，这些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这个很注意不要这个异端。看到吗？这个是2035页的这个鼓励信徒饿死人上天堂了，这个恐怖的牧师然后什么哇，饿死竟然超过300人死，600人失踪，一切都跟着了。这个是真实的，我家的对面，斜对面。以前芙蓉一间很大的教会了，他每个月都来他的教，我这样看到很多来小组啊，每个月现在没有了，他参加耶和华见证了哇，每个礼拜啊，都拿着这个雨伞，对不对啊？去传福音啊，不是福音，对不对啊？哇，很勤劳去做。我到了芙蓉王家山都看到他在那边。这个以前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后来我参加过一个异端讲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他说你一个礼拜要做5个小时，没有就没有得救了。难怪他们这样勤劳，看到吗？拿雨伞以前呢、不冷不热的，现在啊每个礼拜都出了。很多时候都来我家来问我写信给我什么，他特别专门找那些他那个家庭没有那个拜拜的那个拜天，他知道专门找那个基督徒的，他不找那些拜拜的，专门看那些没有那个什么，他看到你的家就知道吧，看那有那个翁那个什么拜天神的，他找你，很多时候来找我，对面。这个就是去一端这个是最近的出名的嘛，9月，每个在传嘛，现在又来马来西亚。两位沙捞越青年信徒来吉隆坡读书，2个月就被洗脑入一端，父母知道忧心不已。我们如何来预防？刚才讲到如何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就是要时常保持信心，有专注，是注意这个时事，我们要时常注意，要听到参与这个祷告会等等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时代如果你没有听到异端，可能很容易被他引诱。他每次一对一跟你去查经的。他很有爱心的，一个对一个一个来定时的灵修祷告，参与教会小组祷告其他祷告，你要参与祷告，我们这边星期三的祷告
哦，其他祷告的上个月你们是在六点的，在线上什么？我看到你们几个祷告都知道。其实每一个拜六我都参加了，可能你不知道我的名在里面。啊，我们都有参加拜六祷告，参加祷告，多认识多听到这些的消息哦。还有一个很最大家最容易骗的就是假钞票，啊，假钞票对不对？啊，最近看到两个人哦，吴越南印假钞票啊被抓哦，啊，最多是假钞票，嗯，哪一张是假钞票啊？假，真的这个有个100号哦，一个100号，看到吗？真的钞票太过好像真的这样，领的很难认的哦，所以有人说谁会最认的这个假钞票哦，最认的就是银行的出纳员，对不对？哇，有一个银行的出纳员很会认的假钞票，一看就知道假的真的，所以有人就来问他，哇，你这样厉害啊，认这个假钞票哦，哇，应该是你每天拿假钞票来看对不对？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不对的。他说我少关注在假钞票，我只专注在真钞的特征跟它的手感，我每天只是注重这个真的钞票的特征还有它的手感，当我一看到别的钞票我就知道是假的，我一摸就知道假的，明白吗？所以今天这个万路节彼得特别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就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研读神的话，把真理弄清楚，实践在生活上。只要一碰到异端邪说，我们马上就可以辨别真假。就像这个银行出纳员一样。他不看假钞票的，他只是看真钞票，他的特征跟他的手感摸了看了，假的来几张就看到假的。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读神的话，弄清楚。当你明白神的话，弄清楚的时候，假的来，你就知道假的，对不对？啊。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年长的老太婆，耶和华见证来，每天跟一对一跟她查经哦，很有爱心哦。哇，她在祷告会见证说，这个人很有爱心，什么牧师都没有像她这样爱心，一对一祷告。我们就劝她不要跟这些异端。她说她这样爱心哦，一对一来跟她查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跟他祷，就祷告了，祷告。有一次哦，感谢主，这个老太婆啊，清醒。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教他，他说，上帝的儿子是亚伯拉罕，没有讲到耶稣哦。耶和华见证没有讲耶稣吗？所以他就一下子清醒，哎，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所以他一下清醒过来。就是他认识神的话，明白意思吗？哦，其实如果你看约翰一书是吗？还是约翰三书啊？就特别提到每个灵都要试验的，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神的，神的了，是真的灵了，哦，很重要。所以你要带哪一个？异端的什么灵邪灵的，你就问他，叫他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写，所以我们就知道，哦，要明白神的话，不然被他骗去。哦，所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勤读圣经，谨守主日。这个第一个。当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万物的结局近的时候，
第一个最重要是勤读圣经，勤守主日，听神的话，明白真道，任何假的你就可以知道，这是第一。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切实相爱，不发怨言啊。第二个，约翰福音十三章12-34-35节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讲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些经文看到吗？外面的人看住我们了。教会外面的人在看住我们的、啊、看住我们。其实你上个主日里面来教会啊，他们都知道。我曾经去探访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探访他谈的时候，哇，他对面是基督徒啊，他会跟我讲哦，这个礼拜啊，上面啊对面的基督徒哦，有去教会啊，有去祷告会啊，他跟我们讲哦，他看住了。因为我们是光嘛，他们是暗，他们都很注重我们的。如果你能够风雨不改的到教会去，他们看到的时候，他就知道哇，原来你的神是智的，他就很羡慕，对不对？因为我们真的敬拜我们神，风雨都不改都来教会，明白是吗？这边说外邦人都在看着我们，哦。你们来教会他们都知道了，这是我亲自问过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哦、切实相爱就是不是稀有的外表，乃是发自内心的相爱、哦、所以有一个、有一个人就发现了一个慕道友、哦、他每次站在不这个礼拜在这个教会、散会的时候在外面看着，然后下个礼拜在另一个教会，在下个礼拜在另一个教会，所以人家就看着他，看到他、哦、他就说、啊、看到他们放、这个散会的时候，他人家就问他，哎，为什么你不去听道啊、哦、你在外面看来看什么？他说他说我要先看看这间教会的人聚会完走出来的样子啊，散会来你走出来的样子他们在看着。他说什么？如果出来的人都欢喜快乐体现以外，那正是我要寻找的教会，明白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带着重担来教会，我今天我要感谢主，我们每次崇拜完的时候有服侍，所以让你的重担脱落，所以你走出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重担脱落了，应该是欢喜快乐出去。我就好像这个人家找教会，他要看到这样的。如果看你每个出去还是忧忧愁愁的，他说这个教会不好，对不对？哦，难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立委啊、哦，是算是部长的，他就说：“啊，我们拜拜的人哦，哪想拜拜，忧愁愁哪想进去拜拜哦，出来还是忧忧愁愁的。”哎，他们天主教的时候啊，进去的时候。有仇进去、哦、给那个神父不是有这个告诫嘛、哦、跟他祷告了出来开心了、哦、哇，他说基督教还是好，明白是吗、啊、最重要是你来教会有重的重担，不过出去的时候让你的重担能够卸下。不过当然有一些教会好像说有人说啊，我来做重担来回去的时候啊，加一个重担，哇，牧师要叫他做加多做什么啊？哇，要他做多一个传福音啊什么，好像一个重担这样。不过很重要，我们有这个服事，希望我们的重担能够脱落，离开的教会我们。其实有人说，我们崇拜的时候，不是来崇拜听到，是。崇拜完了离开的时候，一个礼拜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神的话我们能够战胜，这是最重要、嗯、所以这个看到吗？我们回去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重担脱落，我们是不是卸给耶稣，让耶稣来跟着我们。好，
是不是好像一个人挑着重担这样子，后来看到一辆罗莉车，他罗莉车要给他载，他就踏上那个罗莉车。不过车罗莉车的时候啊，罗莉看一下，他还是拿着担子在罗莉上面抬着，不会放下。所以重要的，我们来到教会学习放下，离开的时候重担脱落，我们神的话帮助我们。所以发言人怎么回事？发言人，发言人就好像说拿一个的钻子，将我们的属灵生命钻一个洞，然后成为一个破口，给魔鬼留地步。刚才这里说不发言人，以色列人当他出埃及，看到吗？从埃及埃及走到这边，然后到这个迦南地。有一些专家就说，他们如果是平常，专家说这边这条路11天可以走完了。不过圣经，他们就用圣经来算，他们圣经里面走的40天走完。不过以色列人走多少天啊？走了多少天啊？他们发咽炎，每次一到问题就发咽炎啊什么，所以走了40年。因为一到问题就发咽炎啊，一到一些东西就发咽炎啊，埋怨等等啊，所以走了40年。特别是这个旷野，这边多少年你知道吗？38年在那边没有目标了，是这样子。所以发咽炎，你就发咽炎，所以这个本来是40天的，变成40年，没有蒙神祝福，不发咽炎就是心甘情愿的帮助别人，即使不受到不方便和牺牲。大家有戴眼镜的，我来看戴眼镜。戴眼镜是什么？给眼睛看的，对不对？眼睛是负责看东西的。然后呢，壁纸是什么？挺住我一个朋友啊，这个壁纸啊，那个眼镜啊，都一个硬了还有耳朵嘞，是勾住我这边都好像，我这边以前我的这个眼镜啊是铁的，哇，生锈了，弄得花了，看到吗？所以鼻子、耳朵不发咽炎，就在教会讲那个那些软弱的，我们就刚强的帮助软弱的，就像这样子。如果眼睛只是看的，戴眼镜，不过鼻子、耳朵要帮忙撑一下。有一天，这个在晚上的时候，这个壁纸就埋怨了，就埋怨眼睛。他说：“我的工作啊是来修的，不是拿来看的，对不对？”所以埋怨这个眼睛，我不要帮你了啦，看到我的眼睛壁纸还是顶住后来这个眼睛就说，如果我没有戴眼镜就看不到哦。我不管了，我的工作是绣的壁纸哦。后来就跟主人说，主人讲不要戴，不要戴了，不要戴，没有的戴嘛，壁纸不要帮忙啊，发咽炎。那一直到晚上的时候，那个主人走下去的时候，一下子看不到路，跌下去哦，碰到什么？壁纸壁纸就这个流血了，对不对？后来壁纸就呱呱叫了眼睛你没有看好啊，眼睛说我没有戴眼镜怎样看得到。最后壁纸还是乖乖戴好眼镜。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刚强帮助软弱的这样我们的才有一个方向可以走。所以如果有一些是做壁纸，一些做耳朵的，当然不舒服了，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有方向，这很重要。传道书这个4章12节说，
有人共生故，生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这个知道哦，一条绳当然很难断了嘛。啊，或者是筷子一个断，如果一把就不会断了。所以我们要合一。刚才第一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二个是不发怨言、切誓相爱的意思。哦，就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的重要性。 在这个末日，我们更需要同心合一，特别二者哦，有一些来破坏啊。刚才讲到异端啊等等，我们要合一。这是彼得说我们教会要合一，哦，刚强扶持软弱的，啊，刚强当然是要做壁纸、做耳朵了，啊，要挡这个眼睛，啊，不过有这样才能够有眼睛看到同一个目标，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嘞，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哦，希伯来书12:28就说：所以你们记得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 都有侍奉神的责任，每个人都有侍奉神的责任。哦，保罗就比喻教会就是基督的身子。保罗比喻教会是一个好像身体一样，所以是肢体模式配搭的侍奉。教会就是一个身体一样。 有的做头，有的做脚，有的做手，哦，所以各按其职，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各尽其职，明白是吗？各尽其职就是说每做你会做的，你的恩赐什么？哦，这个是什么？手哦。 这个是大拇指啊，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所以有一天，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五个小指在吵架，在谈论、在讨论啊，做什么？哇，这个拇指就说我的主人啊，哇，每次说好就是比这个赞哦，对不对？然后这个食指呢，就说。 我的主人啊，骂人就是用这个来指人家了啊！我的工人啊，然后中指嘞，中指就说我的主人啊，要磨高的，就是用我咯，磨高。无名指嘞，无名指大家应该知道啊，哈，我的主人戒分啦、啊，戴这个戒指啊，对不对？哦，这个无名指啊，小指嘞，他们在谈论了，每个四个讲了啊，小指一哦，不知道做什么哦。 啊，不止在想做什么，后来那个主人睡觉啊，翻身的时候拿这个来摇摇，<笑>有一些说哇这个，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用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你们的功能，哦，都有你们的功能，哦，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忠心良善跟又恶又懒的这个管家哦。 马太福音25:9就讲到哈，提到忠心又良善跟又恶又懒的管家的分别，而有一个就是给了5000，有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好，那主人给了他三个的管家，然后呢去外地回来的时候，怎样？回来的时候那16节哦，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哦。 然后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哦，主人给他5000，他去做买卖就赚了5000，做2000他做买卖赚了2000，哦，所以这两位不辜负主人的托付，按主人的本意去发展天国的事业，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将这个钱给主人的时候，主人说他是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啊。 然后呢，那领1000的哦，大家应该知道哦，就挖了地啊，他怕嘛，将银子埋在那边咯。
所以他就没有违背了主人的心意和浪费，而没有主人的恩典给他的机会。他主人本来的心意要他拿一千去赚一千，然后给主人，不过他怕埋住，所以最终主人说他是又饿又懒的管家。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哦，五千的、两千的，神说他是又忠心良善的管家，他的那个奖励都是一样的。即使一千，如果他做一千，他也是又忠心良善的管家。所以给我们看到，不管是神给你多少，不管你做什么，有一些坐在台上的，有一些在 台下的啊，招待啊，或是带导啊等等的，哦，我们的恩赐不在乎大小，而是在我们有没有把恩赐用出来。所以今天鼓励大家啊，你们那里服侍，鼓励你们，你们的恩赐做什么啊？愿我们做神百般的好管家。哦，这是第三个，今天彼得跟我说，我们教会的每个人要肢体的服侍啊，将你的恩赐啊用出来。不要说你没有啊，你的五个手指啊，都每个都用到了，可以用。所以总结，万物的结局近了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哦，各样的地震啦、啊、打仗啦、啊、还有疫情啦、啊、还有看到这个世界末日中啊，是提醒我们要预备。还有看到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我们有预备心吗？特别是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人还没有认识主的。还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拿什么见主？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拿什么给主？哦，就像刚才我们这个管家这样的，哦，给你五千，你没有做五千；给你两千，做两千；给你一千，你就做一千的。好，上帝对于我们的评语是什么？上帝称赞我们是忠心与良善的管家，还是责备我们是又饿又懒的管家？所以今天大家思考，特别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界的这个动荡不安，还有当我们看到啊，耶稣第二次再来时和近了，我们要预备啊，很重要。所以让我们学习彼得前书的时候，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切事相爱，不发怨言，做神百般的好管家。我们就用这诗歌回应了，用这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在还没有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啊 ，OK， 我们就以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好，我们就跟着唱，会唱的跟着来唱。会唱吗？《万物的结局近了》好，一首很老的歌。是借时相爱。
三点，然后就是三个方向我们没有做好的，还没有做到的，这个真的是不是太迟。我们来回应上帝，说上帝，我要成为，我要勤政自守，警醒祷告，我确实彼此相爱，还有做个百般的好管家，彼此款待。弟兄姐妹，让我回应上帝，如果你有这个在这方面有点挣扎，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力量。阿们。你看到世界的时钟，末世时钟都是很靠近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当这个我们敬拜赞美团唱的时候，你还领会着我们回应上帝。还有其他的，你有什么需要的话，疾病的话，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方面你有需要，或健康方面有需要，或钱财方面，就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讲员，我们的牧师，我们领袖会帮我们带到。哈利路亚。Oh,
说的一生慈悲